啊，妹妹来，这一次回去阿嬷有买鞋鞋给你哦，你要不要来看鞋鞋？好，赶快来看哦。阿嬷这一次买了鞋鞋给你，喜欢吗？你有没有很期待？有。有。你认识谁？你认识这个吗？他是谁？哦，再一次。哦，好，贝贝猪，这是什么？凉鞋。凉鞋。嗯，阿嬷买给你的。啊，好。阿嬷买给你的凉鞋，我们来试穿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你坐坐。好，放旁边是吗？好，好，你自己。好，给妈妈，谢谢。妈妈。嗯，你穿。妈妈。妈妈帮你穿吗？好。好。这个要先拆开。那个前面不用，前面先不用，你先穿进去就可以。诶，可以吗？大小可以吗？好，换这边。妈妈拿剪刀来剪掉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穿。你怎么把另外一边脱掉了？好，妈妈帮你穿。耶！好，换边。换一边。来走走看，耶、yeah ！你去转圈圈，这边转圈圈，溜滑梯这边转圈圈，这边，好转圈圈，没有啊，先转圈圈。哇，转圈圈再转一次，喜欢吗？后退，你喜欢吗？喜欢这个凉鞋吗？喜欢。你没有说谢谢阿嬷。谢谢。阿嬷，谢谢阿嬷，谢谢。你没有说谢谢阿嬷，阿嬷也要讲啊，你闭嘴好不好？好，你赶快来这边说谢谢阿嬷，谢谢，谢谢阿嬷，谢谢。好，好，那你去溜滑梯。这一次姐夫特地从台中把溜滑梯载上来，妹妹很喜欢，很开心。好，那妈妈等一下说，你先溜滑梯给妈妈看。妹妹每天都吵着要出去溜滑梯，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出去溜滑梯了。感谢姐夫特地从台中把溜滑梯载上来给我们，喜欢吗？你没有谢谢姨丢？谢谢。嗯，谢谢，谢谢阿嬷跟谢谢姨丢。妹妹以后每天就可以溜滑梯了，对不对？想要溜就溜，对不对？溜溜溜滑梯。咦、嗯嗯？这样出去，这样在家里就不怕每天都被蚊子叮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不会有蚊子了？是，每次出去都怕妹妹被蚊子叮，现在在家里可以溜滑梯，就不会被蚊子叮了。对，滑梯，你再走一次溜给妈妈看，再去溜一次给妈妈看，快点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好，你再去溜一次，转圈圈哦。啊，你再跑去溜一次溜滑梯。刚刚帮妹妹整理好空间，可以溜滑梯了。哟，没有下来 ，Go Go。好玩吗？好，再一次，赶快哦，哥哥帮你把溜滑梯带上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哥哥，对，哥哥给你的溜滑梯，赶快去哦。哎，哥哥给你的，好，你赶快溜。好，对，爬上来。
你累累吗？是。是啊，喜欢这个鞋鞋吗？妈妈买的。这是谁？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小啾啾。嗯，好可爱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咯。好，大家拜拜。